背负了太多秘密，太累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挺好。日前，成天集团代理董事长纪承川于近日宣布卸任集团内一切职务，并声明放弃纪家所有财产的继承权。据本台最新消息，纪承川在今日前往机场的路上遭遇意外，所驾驶车辆坠入山崖，纪承川则在这次事故中当场身亡。目前事故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。天亮了灯还没关，窗关了却更孤单，这场梦太美了。走吧，你离开我还醒不来，探访过多少门派，迷失在人山人海，我抗拒每一个现在，回忆还不肯放过我，绑架了耳朵，他反复提醒着还曾来过。就这么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都是因为你才回来的。哪怕旅途颠簸，爱了不放手。纪承川，你可真不负责任，瑶瑶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。之前去了林家旧宅，想帮你查一查十五年前的事，但什么也没查到。可我知道了，你是真正的纪承川。我当时特别高兴，想要赶快告诉你，可我又有些害怕，怕你知道一切都是由你亲生父亲而起，你会陷入更深的负罪感里。你背负了太多秘密，太累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挺好。